神脑去年前11个月的营收达到389亿元，超越去年全年的总和。法人预估呢，去年全年的营收可望上看420亿元。法人表示，去年国内大约销售了120万台的平板，神脑就卖出了40万台。而今年在电信三雄全力冲刺4G 视讯服务的带动之下，预估神脑有机会上看48万台，也带动整体的营收可以向上成长20%左右。